哥，我想和周公聊一会儿。你看，那你要这么说，寡人岂不是更要知道了？长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怕说出来引得父子心生间隙，长生反倒成了罪人。不会的，恕你无罪啊。最近有流言说二皇妃是太后命，二皇子是太上皇。寡人身体健康，尚未传位，何来太上皇？侯儿，难道你想与为父同辈吗？父皇，冤枉啊！郡主一定是听了小人的传言，来殿前诬告我呀！是诬告，是诬告父皇。长生也不过是听二皇妃提起过，说自家园中挖出了一块圣石，当年吕后借流言上位，也全凭一块石头。长生担心此事会不会……只要朕活着，吕后一事绝不允许再次重演。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啊！儿臣向来敬重父皇，绝不会干出这么忤逆不孝之事啊。陛下，流言也都是道听途说而来，传着传着难免添油加醋。长生相信二皇子无心争权夺位，只是此事缘起流言，倘若当真，想必会导致人心惶惶，还请陛下圣察。小小年纪，胆量倒是不小。长生人微言轻，却也光明磊落。哼，父皇。哎，静儿，不知长生做了什么事情惹您不快了？他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还望父皇海涵。听说你前几天受伤了。父皇是从哪里听到的流言？儿臣好端端的从未受伤。吕静，你就是受伤了，大家都在传你受伤了，你是哪儿伤了？哎呦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嚯，二哥身体如此之虚，哎，这么快就站不住了。撒开，老儿，哎，不要胡闹了。哎呦，静儿，坐。有关长生的流言你也听说了吧？父皇，儿臣也觉得此事颇有蹊跷，私以为是边境细作
想利用大汤与扶余和亲一事，搅得人心不安，惹起争端，从而趁虚而入，祸害我大汤子民。本想查清真相再禀明父皇，谁知道这流言蜚语居然这么快传到了宫中。静儿，可有线索呀？父皇，我看这个事儿也不必这么复杂吧。这种流言蜚语挑起争端的事，想必不是自家人。婉儿，你觉得呢？婉儿以为，一个女子尚且知道流言不可轻信，皇兄贵为真龙之子，有上天庇佑，自然不会被小人所迷惑。至于朝堂阴谋，也有皇兄明察秋毫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此事简单，自古以来这个传言啊，不能全信，但是也不能……你就不能让寡人省点心吗？父皇，此事本就无凭无据，如果因为这种谣言怪罪二哥的话，难免有失公允，不如借此机会大事化小，让宫里的人不要再以讹传讹了。父皇觉得呢？传旨，宫里若再有人传流言蜚语，重重责罚。是。儿臣遵旨。长公主，秦王殿下来了。哟，姑姑好兴致。近日听人盛赞《吴师山水图》，我看过之后也觉得很喜欢，闲来无事便临摹几笔，当作放松了。哎呦，小姑姑，你这画的不赖啊。我还不知道你啊，对书画是一窍不通。还是小姑姑懂我。你今天来我这儿是？哦，是长生给你拿了一幅画，聊表谢意。话我就收下了，谢谢就不必了。静儿今日前来，上次面圣，小姑姑提前告知我宫内流言，让侄儿警惕，又在御花园帮长生说话，侄儿深谢小姑姑。你今日前来，怕不是只说这个吧？确实还有一事相求，说来听听。长生这次面圣虽然逃过一劫，但我担心再有下一次，我护不住他。扶余民风开放，郡主自由诚信，可是大汤却风气严谨，这些矛盾你早就该想到了。是我大意了，以为自己能够保护好他，只是现在时局不稳，危机四伏，若他始终待在我身边，总有危险，所以还请小姑姑帮侄儿一把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他来我这修文馆修书吧。我上次见他在陛下面前识文断字能力极强，来我这儿修书，既能有助于他平心静气，也能为我添一大助力。那侄儿深谢小姑姑。哎呀，搞好了。殿下，这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是难以寻得的名画？是出自某位大师？哎，长公主，你们去请秦王妃来书房赏画吧。是。哎，请秦王妃赏画。哎，你们秦王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自从昨日从长公主府上回来以后，就一直盯着画发呆。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？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。莫不是里面藏了什么机密？又或是长公主藏了什么禅机？禅机？啊！我明明是让她向长公主道谢，怎么又带回来一幅画？莫不是长公主有话要对我说？哎，那从公主府回来之后，她还说了些什么？哦，还有一句，请秦王妃来书房赏画。
昨日你和长公主聊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她有什么话要带给我？难道对我的话不满意？还是说有什么事情对你有所责备啊？哎呀，她究竟说了些什么啊？你再不说话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过来看看。这是长公主临摹的无事山水图，从手法到技艺，对于临摹作品来说皆为上乘。可最难得的是，这其中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精髓，堪称绝妙。长公主的画技果然了得，虽是临摹之作，却也别具匠心。好品味。此前你在扶余有收集孤本的爱好，近几日又听闻你对大唐的文化和技艺颇为感兴趣，那么你可知道大唐有一处地方珍藏了各种各样的孤本？何处？长公主的修文馆。修文馆？嗯，长公主是先帝唯一的女儿，也是父皇最小的妹妹。她平日里性格温和，不爱争锋，钟爱古籍，凭一己之力盛心修文馆。这馆中容纳了各式各样的藏书，里面记载了大唐历史记忆的传承。我朝虽然没有女子为官的先例，但是她却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中有一份立足之地。真给女子长脸，她还在陛下面前替我解围，我真应该亲自拜访一下。我也想看看这修文馆究竟如何。长公主平日里忙于修文馆琐事，极少有空闲，但是进去不能。我也能进去？当然。那我明日便见见长公主。哎，你说这月亮它是圆的还是方的？你说它是圆的它就是圆的，你说它是方的它就是方的。如果你能把假话说得惟妙惟肖，十分动听，那也可以让人相信他是真的。长公主性格温和，不爱争锋。长公主才华横溢，为国为民。唉，苦了我们王妃啊。殿下，明天安排郡主前去修文馆，提前通知长公主。是。剩下的就交给长公主了。完喽，全蛋了，全蛋喽！哼，去，下来，全完了。好你个吕后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啊，你还敢在外面喝酒是不是？去，干嘛呀你？我喝着酒怎么了？还不是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我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计划失败了？都赖你，非要说什么石头的事儿，这事儿计划全完了。什么跟什么呀？他刘长生跟圣石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你，非要说什么天降圣石的事儿。这下好了，我今天在御花园里让吕靖跟刘长生反将了我一军。要不是因为你，父皇能对我现在这么忌惮吗？怕是这辈子，哎，这辈子我跟宝座都无缘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，夫人你？不要因为这件事而感到愧疚。这个国君我不当也罢，反正也挺累的，只希望夫人日后待我好一些，对我少一些打骂。来，夫人请起。谁愧疚了呀？我是气你，我是气你不争气，我叫你整天花天酒地，我叫你不争气，我叫你色欲熏心，我打死你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次咱们不是运气不好吗？下次我吕后一定要赢得明明白白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了啊。郡主，你再不想好送长公主什么，咱们就要迟到了。我知道，我本来是最中意这个沉香手串的。郡主，那就它了。可是，手串是首饰，长公主这种女中豪杰，知道白瓷茶具怎么样？长公主这么文气的人，肯定喝茶吧？不行不行，长公主金枝玉叶，什么茶具没见过？就这个吧。你吓我一跳，你来干嘛？今天你第一次去见长公主，当然来看看你了。为什么选这个？难道这里面就没有更合适的？那你又为什么挑它呀？如果按照你的说法，长公主常年修书，应该很费文房四宝，首饰摆件虽然昂贵，但一定不称她的意，还不如送他最实用也是最需要的。你想的可真好。那走吧。长生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给长公主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，一见如故那种。好，一见如故不见得，羊入虎口还差不多。你看我有何用啊，先把人选定下来啊。哎，这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马太医啊，你一向心系大汤，这事儿我认为由你来做最合适。啊，我这年老多病，又经常老眼昏花，不适合呀。适合。哎，袁太医，您医术精湛，又深得长公主的喜爱，您啊就别推辞了啊！不是，别推辞了。哎呀，这修文馆事务那么繁忙，我这上有父母，下有幼童，我哪里顾得了啊我？哎呦！哎，等，张太医，这事儿啊，你合适？哎，这我哪合适啊？这，哎呦，子律来了，子律来了，子律，子律，来来来，子律，天大的好事啊！这可是名垂千古的好机会。子律啊，你合适啊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大好事啊，并且非你莫属啊！是最近修文馆有一批医书要修订，张公主要求太医院派一个有能力的人前去修复，特别提及了萧先生您去。这可是莫大的好事啊。修文馆藏书万卷，典籍无数，是一个修身的好地方。真的？这当然是真的了，这么好的事我们大家都想着法去呢。对，子律啊，大家伙都知道长公主比较偏爱你，这件事由你来完成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就是啊，萧先生，机会难得呀，不容再迟疑啊，非你莫属啊。那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这就是修文馆啊。哎，我这晨起晚了一刻，要是被长公主发现了，少不了又挨一顿骂。我昨日少修了一册书，要是被长公主发现，也少不了挨罚。无妨，我这儿啊多了一册，你先拿去应急，之后再补给我。长公主还真是厉害，这么大的修文馆，还能打理得这么好。
见过长生郡主，奴婢是长公主的贴身侍女，唤我灵芝便好。灵芝姑娘，我今日是特地来拜访长公主的，这是我准备的见面礼，想当面呈交给长公主，烦请姑娘替我通传一声。郡主前来之事，长公主早已知晓，不过她现在正在召集晨会，见面礼便请交由奴婢转交便好。烦劳郡主换好衣服在此等候。换衣服？这是修文馆的规矩？奴婢也只是奉命行事。这修文馆的衣服倒是蛮气派，穿起来还真有些书生气。多书啊！哎，既然郡主已经更衣完毕，那就开始吧。开始？开始什么？请。这里是修文馆，自然是要开始修书了。这两摞书是今日的功课。左边这摞需要整理归档，右边这摞需要誊抄校对，所需用具皆已准备齐全，郡主可以开始了吗？等等，我今日是来拜访长公主的，不是来修书的，灵芝姑娘是不是搞错了？确实是长公主如此吩咐的，具体为何奴婢也不清楚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郡主知道什么了？这是不是长公主给我的考验？他想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诚心实意来拜访的，他可能正在哪儿暗中观察，看我是否能通过考验。郡主多想了，这不过是一次日常的修书工作，并非什么考验。保密嘛，我懂他。不过这修文馆的规矩，长公主让奴婢和郡主说明，这修文馆并非寻常人可以进来的地方，日常修书的士人们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，此次是秦王特意吩咐，郡主若不尽心尽力，怕是有负秦王重托，也不免丢了浮鱼的颜面。这是自然。这么干净啊，一点灰都没有。是算了，我虽然会识文断字，但是这古今年代也太久远了，这里面每个字我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完全读不懂啊，这和天书有什么差别？既然是考验，其实看重的是态度，虽不解其意，但是倒不如先翻着看看。这也太难了吧。郡主可知何为修书？长公主，我问你，郡主可知何为修书？修书便是将书籍整理成册，方便工人阅读。郡主既然不知道何为修书，那来我这儿也是糟蹋了这修文馆。长生若是有说错的地方，还请长公主不吝赐教。错不知缘起，光是听他人说，又怎能知错改错？郡主请回吧。我，都怪你，害我被长公主小看了。
公主为何故意刺激郡主？她天性聪慧，但是却缺乏耐心，又贵为服于郡主，若强行让她休传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只有先让她明白她的身份在大汤意味着什么，明白了休书的重要性，她才会潜心休传，这也是为了磨练她的耐心。公主费心了，郡主是初次休传，恐有诸多不妥，等她休完了带她来见我。是。不合格，全部重修。你觉得修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修书最重要的是严谨，其次是细致，然后便是能参悟古人所言，在一旁做批注解释。长生愚笨，只能尽力完成。确实愚笨。我会这么问你，便是还有纰漏之处。我若是直接指出，怕你也是不长记性，须得你回去自己仔细揣摩。今天将这些都修好了才能回府。啊，还有馆内所有修士都有轮流打扫修文馆的职责，郡主既然是临时前来，我特意为你调了打扫的次序，那么从今日起馆内扫尘的工作就拜托郡主了。这些都要我一个人完成？当然，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就罚抄一册千字文吧。我当这修文馆是书卷之地，久居此地胸襟自然开阔，没想到刚一进门就听到如此不公之事，这怕不是在有意刁难吧？萧子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微臣奉太医院之令来负责医书的修撰，偶然间听到了长公主与郡主之间的对话。这修书讲求的是潜心修习，长公主这怕是有些急功近利吧？郡主所修之书究竟有何不妥，还希望长公主明示。若长公主解释不出来，怕是有负您圣明吧？萧大人另有高见。我跟郡主都是从浮于远道而来，对大汤并不熟悉，既然长公主命令已下，自然无法更改，倒不如安排我们俩一同修撰，既能够减轻郡主的负担，也能够加快修书的进度。萧子律，别多嘴。这修书的工作本也不是我强加给他的，但是他既要担得起秦王妃这个名号，那这书就非他亲自修撰不可。萧大人若觉得是我有意刁难，不妨看看这个。这本书上记载着大汤文字释义，可方才郡主修撰时不仅多次出现错别字，而且释义颠倒混乱。修文馆工作举足轻重，倘若此刻我不拘小节，那这本书流传下去后果有多严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长公主说的对，这个毛病必须得改，我现在就去写。两位慢聊。哎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自求多福吧你。萧大人此刻还觉得是我有所不公吗？啊，我有说过不公吗？我觉得公主处置的对。大人方才说想要了解大汤的文化。那除了修撰医书，将这里的诗词也都再抄一遍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啊。今日还要抄多少啊？全册。我今日修书事宜完成的不好，出差也没来得及，所以理应抄完全册的。不过你小姑姑怪吓人的，我感觉我日后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不对，我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，我是听了你讲的故事
才非要来这修文馆的，结果现在在这修书修到半死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有力气跟你算账。那我陪你一起烧。就是累得脱了层皮，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在意的事情，就像如果有人在木岩树林里犯了错，我也不会轻饶的。只是怎么感觉我像个长工，好像一不小心上了贼船的感觉。哎，小心，连台阶都跟我作对。我帮您踩他。怎么了？超多了，手酸。我帮你揉揉。我在府里准备了一些糕点，一会儿你休息之前把它们吃完再睡觉。不了，我要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更早到修文馆呢。你快回去吧。哎呀，快点让我休息。你骗我的事我还没原谅你呢，以后再跟你算账。好。长公主。不用紧张，我就是来看一下你做的如何了。昨日之事的确是我莽撞了。昨天晚上我看到长生深夜修书，才明白你是有意磨练他，既能够了解大唐文化，也能够磨磨性子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先生觉得这首诗如何？这首诗吗？嗯，我觉得很美。可我却觉得有点凄凉，两个人明明情投意合，却因为一条河水相隔不得相见，道阻且长。可情爱之事终究随不得心，爱而不得，失而复得，生离死别，只有经历过这些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情诗吧。萧大人是有类似的经历，其实这么多的难舍难别，或许是因为心中执念。如若两个人真的有缘，哪怕要突破重重险阻，也一定会相守一生。长公主，你这面色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才有病。不是，长公主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你忧思过甚，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讳疾忌医啊。腰酸腿疼，胳膊抽筋，日出黄昏，白天黑夜，我堂堂一个郡主如此狼狈，修书真的好难啊，我好难啊。长公主怎么给您安排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个抄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虽说咱们郡主是从别处来的，但也不能这么欺负吧。历练是历练，要谨言啊。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是不是要喝茶？是不是要吃糕点？明白。
这啥意思啊？不，你说郡主要这个？哎呀，那事情就严重了。那咱得赶紧跟殿下说一声。说的对呀，走。殿下，启禀殿下，郡主近日来每天卯时出门前往修文馆，虚实回府，因为时刻在暗处保护，不敢掉以轻心。那修书工作进展如何？从大唐到扶余，不论从文字立法还是文化习俗，都有着细微的差别。纵使在扶余满腹经纶，来到大唐也需要时日研习揣摩。奈何长公主对郡主寄予厚望，希望她在短时间之内深入了解大唐文化，这可就为难郡主了。郡主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如果在郡主最疲惫的时候，你们就探听到了这个。殿下，您早点休息，我们先退下了。长生，睡了吗？长生，你睡了吗？哎，功课这么多，我都要累死了。刚准备休息一下再继续，结果头刚贴上枕头就被你叫醒了。我现在很崩溃，所以你最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重要，特别重要。我是来给你送温暖的。谢谢，我不冷。哎，来都来了，让我进去聊一会儿吧。大哥，我想和周公聊一会儿。你看。想看难舍难。